几岁，不管心跳体重对不对，有梦就去追。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 super star， 那就不要害怕，舞台等你来踏，麦克风给你来抓，就找个机会把歌唱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堂，就在原始英雄榜实现你的梦想。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原始英雄榜。马上呢，要邀请到的是18号北区初选呢，他得到第11名，风仁义，要带来这首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掌声加尖叫。18号是来自苗栗赛下族的风仁义，对于歌唱有着极大的兴趣，也参加过友台的歌唱比赛，获得不错的成绩。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现在就来聆听他的表演。一眼我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是爱让你裂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可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就要的坚定。就让世界与我为敌，我也愿意，我什么都愿意。掌声鼓励鼓励，风仁义，请各位先跟所有的好朋友问好一下。绝对是要用母语赛下族的来接招，因为都没有人认识赛下族，所以我讲一段一段让大家。好的，我们马上把翻译打在这边来开始。那边这边吗？对，我们翻译会在这边。好，你就讲就对了，我们会随时上字。好，来。고고밖에우야무야하라기다기야기나이야구라이니바둔긴시암무요라마이마루메사베。好的，掌声鼓励鼓励。年轻人，你看流行歌唱的这么好，母语也讲的这么好，所以呢。不容易，对不对？哇，其实风仁义，我刚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哇，这个名字很特别，风仁义这样子，原来是赛下族，有山峰，有两个妹妹，对对对。OK， 其实风仁义今天来这边参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请大家不要瞧不起赛下族的好不好？也要让他们知道赛下族也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掌声鼓励鼓励。好，马上呢，有请评审老师来讲评，针对仁义兄。今天的表现好不好？来，傅威哥，啊，傅威哥嘞，哇，傅威妹妹来，仁义兄，傅威，哎，妹妹来喽。那个尽量不要剪掉，那个太好笑了，拜托。我很想知道你妹妹叫什么名字，有照道德这样排吗？仁义道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仁义要接道德嘛。Okay.对，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很有趣，我发现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组合，因为他的咬字让我们觉得这是蛮传统的，对。可是再加上那个曹格或者是杨宗纬他们现在在表演歌曲的那个滑音啊，所以就会听到两种特色在这首歌里面做了一个结合，真的很奇妙。谢谢老师。对，也许我们在这个部分要发展出特色，可以不是要用一定要用这个，而是说可以去想，在我们原来的声音跟原来现在的流行的东西结合，它会是什么样貌？这是一个开始，让我们去想
可不可以这样做。那我很喜欢仁义，他是很努力的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告诉大家他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包括他的情绪，然后包括他的假音、滑音、高音、低的，他其实很努力的做足，做得很满。我觉得至少要有这个企图，虽然看得清楚你很紧张，那在很努力的台风要让它比较多变，但是看得出来那个手脚的不自然，要去想这个问题。好的，马上有请浩文老师。你有很特殊的鼻音，很好听哦。你是南塞下还是北塞下？属于新竹苗栗南下南下还画地图这样，属于要不要都没有以向天湖为中心，然后对我家在向天湖上面，在向天湖哈，好，这个没有加分哈，好，这样很不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在用力唱歌啊，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手一直在护着他的肚子？对，他唱歌习惯这样，尤其他在用力的时候手不会离开，可能他很专注，但是不要一直放在那么明显的位置，要让你的手自由。对，但是你那种专注的唱歌我很喜欢。是爱让你烈过漫长难耐，我们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可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一个技巧就是建议你麦克风不要离自己太远，你以为你的声音很大，但是麦克风它的有角度的，你离开他你就听不到他的声音，这样子讲话就会比较听得到，这样子进有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你要试着把它当成你的乐器。季老师好，有请罗美玲老师。我觉得他就是每个人唱歌都会有一个习惯的动作，那可能你会就像刚刚那个浩恩讲的，你手放这边，可能有些人是他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那我觉得回去你可以在镜子前面多做练习，就是可能找一个目标，对，然后就专心唱给这个目标听。然后因为其实有时候肢体你太刻意去做一些设计什么，会觉得很矫情，所以与其不如你如果还不习惯就是你自己的肢体该怎么去呈现的话，那你就是先从你的歌开始，然后从一个专注的点开始去做练习，对，这样会慢慢进步。谢老师好，有一点帮塞下族的同胞哈争一口气的感觉，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马上有请评审老师给灯。耶啊呼啊哈啊哈耶，不错不错。好的，马上看到傅卫老师四个灯，我们的浩恩老师四个灯，还有我们的罗美玲老师四个灯，我们的阿邦老师四个灯，一共得到16个灯，掌声鼓励鼓励。好，那也请仁义呢，真的要注意一下，因为你很好的天分。这看了刚刚呢，听得出来你想做一些前面铺陈那种比较小声的，但是你麦克风太远的话，其实听不太到，其实浪费了你这样的一个铺陈，好不好？所以回去试着掌握一下浩文老师讲的重点。谢谢仁义，给他掌声鼓励鼓励。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参赛者呢，他是第19号胡鸿福泰雅族。他在北区初选赛的时候得到第11名，他要带来这首齐秦的夜夜夜夜，掌声鼓励鼓励。19号是来自桃园泰雅族的胡鸿福。唱歌对鸿福来说是最大的兴趣，也是展现自信的方式。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我们赶快来看他展现自信的表演。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
四季。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宿命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飘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谢谢，掌声鼓励鼓励，呼口呼，来鸿福先跟所有的好朋友问好一下。现场的所有来宾朋友们大家好，评审老师以及乐手还有好洪恩主持人，大家好。好，给大家掌声一下。哇，泰雅族的洪福，哇，其实呢听你唱歌呢会让我想到张信哲，有那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质感。有很多哇，应该也是常常参加一些各大的一些歌唱比赛，对不对？有曾经拿过最好的名次是在哪里？上礼拜张宇的闪下第一名。哦，哇，那很厉害呀、啊！哇，所以呢，第一次参加我们原始的歌唱比赛，对不对？对，感觉怎么样？还蛮兴奋的，还蛮兴奋。上一季有看过我们的比赛吗？有针对哪位选手比较印象深刻？静雯。哦，曾静雯是不是？对。OK， 哎，静雯啊，都大西的。对。所以呢，早就认识了。没有。OK。很少遇到了。到底今天洪福今天演唱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肯定呢？一开始的错哈，就让你第一段就整个都乱掉哈。但是我看到你有很用力，然后很有企图的，多加了很多的表情动作，然后专注在这个歌，所以后面的态度才是对的。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我自己是认为你是洪福齐天的哈。对，第一段的错，我觉得那并不是最严重的事情啊！你后面的态度，如果你放弃了，我肯定分数大概会出现第一次的两个灯哦。对，但是你的努力、你的诚恳，我觉得试试看啊，会不会洪福齐天啊？加油！好的，有请罗美玲老师。嘉海，我不知道怎么接。对，就有一点点可惜掉了啦。但是你后面的用心，我们都感受得到，而且就是你有设计几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情绪，然后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那个差别。好的，有请阿棒老师。还是要奉劝每位参赛者，如果在比赛之前跟乐队老师在 rehearsal 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的下歌的地方在哪里。那么一旦开始比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的表现，所以你刚刚的那个错不应该发生。好，现在呢，好吧，直接看灯数，到底我们洪福能不能齐天呢？有请评审老师给灯。Yeah， 呼！好的，好，我们看到傅伟老师四个灯，我们的浩文老师四个灯，
罗美玲老师一样给四个灯，我们的阿芳老师给三个灯，总共获得15灯，掌声鼓励鼓励。谢谢老师。好，其实呢，洪福呢非常有天分嘛，其实我相信你自己知道自己唱歌优势在哪里。嗯。所以反而知道优势在哪里之后，就忘记自己一些比较缺点的部分，所以呢，反而啦，我觉得在面对接下来比赛，好不好？再思考一下，到底你要怎么去表现你的张力。而不是感觉、okay. 啊、做跷跷板，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让大家咱听到你唱歌的成梗，好不好？好，谢谢洪福，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好，今天呢，我们就一定要选出12强，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原氏英雄榜。原氏英雄榜即日起开放观众参观现场录影喽，报名洽询专线02-2630-1976，02-2630-1976，报名传真。